首先呢，这一次的话，可以签的书只有俊第二本写真书，不管是中文版、日版都可以签，不过只能签这次的写真书哟。然后一个人一张号码牌，最多可以签到五本书，但是署名的话只可以有一本哟。然后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，号码牌的话，请尽量大家拿一张就好喽。我们把剩下的名额留给其他一样喜欢俊俊的观众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然后再来，如果等一下签书的时候有需要和俊俊的话，请大家把相机或者是手机交给前台的工作人员，这边的小美的工作人员，他们会帮你们一起拍照。然后呢，特别今天要宣导的是，今天在现场有购买写真书的朋友的话，可以获得今天现场限定的 B 四海报哦。有人是已经拿到了吗？有啊，等一下也记得可以跟青青分享一下你们的感想哦。然后大家请再稍等一下，等一下青青就会来跟大家做见面了。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，我是丁玲，那我们等一下见。谢谢。